On Memory 是一款图文并茂的惊悚文字解谜游戏。游戏中，玩家将扮演一位失去记忆的角色，回神过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栋旅馆的房间中，身上沾满了鲜血，而屋内居然还躺着一名死者。玩家将透过文字阅读，逐步了解周遭的环境。特别的是，那些在文中提到的物品，像是电话或是皮箱，都将变成可以互动的图片。玩家将透过图文并用的方式来破解整个谜团。就在你试图搞懂一切的时候，忽然一阵敲门声，一名据称死者情人的男子上门讨债。究竟整起事件的原貌为何？主角又是什么身份？就留给你亲自来挖掘咯。